穿的 T 恤，演出的时候要穿。然后我们当天演出完会现场抽奖送给当天来参加音乐会的歌迷。好，他们边做，我们因为我们还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些心情？因为我前阵子拍了一个高雄电影节辅导金的短片，然后会在年底的时候在高雄电影节首映，所以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毕竟我真的很少拍戏，所以算是处女座来的。那你今天 T 恤要 DIY 成什么样子？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比较个性风的，然后所以我也会是以搭配自己的风格为主，然后也为了不要跟其他三位就是有点好像太不一样了，所以等一下也会加一些比较可爱的配件，主要会用配件啊跟牛仔色，然后来让它看起来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你剪的好像平息耶，因为你的刀很平息。真的哦。接下来就是因为应该是说现在正在进行就是拍摄《剑士英雄二》，然后中间就是在等待24号我们的 Jeffro You 的音乐会。那最近就大家有在练团，然后在准备。那当然就像今天也是就是拍戏的空档，然后来当一日店长，所以很开心我们四位一起就是聚集在一起，然后看到现场很多朋友来到现场，还有媒体大哥大姐们，其实还蛮开心的。对，好，那你今天 T 恤是要做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你有事先先加工嘛，因为怕这边加工要太久的时间，对，会耗比较多时间。然后因为我是代表希望，那我觉得希望是非常充满着，对我来说是色彩，然后缤纷，然后很多自己的想象，所以我很喜欢一些彩色的东西。那我就把它彩色的东西放在那个 Jeff For You 的 For You 上面，想说比较缤纷一点，带来一些希望。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最近尬戏的心情还有什么要？就是也是在拍戏空档，然后来到这边。那待会可能结束之后会再回去当一下吴以安。当然真的很开心，今天大家可以一起抽空来这里跟我们进行这项活动。那我也非常期待7月24号大家可以一起集合做这个 Jeff For You 的表演，因为还有蛮长一阵子没有唱歌给大家听了，自从我之前跟管庆的那个小巡回演唱会之后，所以非常期待我们有一些新的火花可以呈现给大家。那你今天 T 恤有什么样的设计想法？ T 恤，诚如大家可能刚有看到，我的手非常的笨拙，所以我能做的不外乎就是剪一下这个 T 恤的，我想把它剪成无袖，然后我去买一些这种徽章，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彩色一些比较缤纷的东西，所以想用一些小小的配件，希望带给他一点活泼的感觉。好，谢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曾永熙，其实曾永熙有小梁静茹之称呢，他现在在大陆参加一个很红节目《蜜蜂少女队》。那你两地跑有什么心情可以跟现场朋友分享？最近真的就是从上海跟台北这两个地方在跑。那因为《蜜蜂少女队》昨天是首场的公演，所以其实我今天早上才从上海就是赶回来台北，然后来参与我们这次这个在这边当一日店长的这个活动。然后因为我在上海就是蜜蜂少女队有一个角色，那在台湾就 Jewel For You 也是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就是这次很荣幸可以跟我三位师姐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就是在7月24号有我们的音乐会，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真的。那你今天 T 恤的构思是如何？我 T 恤的构思，其实我之前有做小小的功课，就是因为剪裁比较时间比较久，然后我的主题呢就是 peace 就是和平，可能因为我是天秤座的关系，然后我希望因为今天这个活动就是希望把爱传递出去。那我在 Jeff For You 里面我也是代表爱，所以我是以红色为主，然后剪了一个 peace 的这个 logo 在我的衣服上面。对，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的爱这样。
用，然后做成这个 T-shirt。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蛮新兴的公司，然后他们其实已经以我们四个，因为这次合作 T-shirt 的关系，他们已经以我们四个人的名义，然后就是在巴西种了500棵树，然后所以等到时候可以在网站上面找到这个 Girl for You 这个 T-shirt， 然后在网站上每购买一件，他就会捐出10%给流浪动物，然后也会帮我们就是再多种一棵树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环保的议题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谢谢。那有谁完成吗？感觉而且我们应该是距离练团的时间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大家一起对上彼此，对，都是用那个语音啊，然后或是我今天录了，然后有什么状况给他录下来给他们听听看怎么样，然后大家都是用一个练卡的方式在练习这样。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因为毕竟我们平常工作或是私底下难免都还是不小心会有一些默契啦不小心的话就是有缘分的话，相信我们在台上的时候也是会给大家很好很有趣，或是也会很新鲜啊，要是你知道没有准备这种东西很直接的嘛。你好了吗？我有点失败，为什么这剪刀这么不利啊？你看吧，好啦，对不起，是我们应该要自己准备，我们应该要准备很利很利的剪刀。对，没关系，我可以用一些徽章让它就是这边还有。好好好，我把它全部贴上。那豆花嘞？豆花好了吗？豆花缝了几颗球。哇。表演当天四个人合唱的时候会一起穿的衣服，然后当然我们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们会送给当天有来的朋友，对，会抽奖这样。我们会先清洗过了，如果你但是如果你真心不想要被洗过，你也可以事先跟我们讲。